我也出发了，到东莞5个小时，360公里。到莲花山服务区了，到东莞还有2个半小时。停一下，洗个脸，上个厕所，塞拉就不下来了。那妞儿，你不下来了啊？马上走。顺便看一下轮胎，不过冬天还好。刹车油、转向液，昨天是换的转向液，皮带换了，还有这个水管，啊不是水管，这是涡轮增压旁边的一个管，因为开裂，然后换了个管，现在动力感觉要好多了，冷却液都没问题。走吧，继续出发。哎呀，在这个隧道堵车，这是很讨厌的，因为隧道堵车，这里面空气不好。到完大东莞了，天还没黑，回来正好。回来正好是上下班时间，好堵车呀、啊！安妞，这熟悉的环境，到家了。我把所有的窗户全部打开了，通通风。还好是冬天，冰箱都关的，我是水电煤，全部给它关掉。还好是冬天。因为窗户全关着的，所以这个灰尘也不大。拉拉一进小区，他的领地已经被别人占了，所以满世界找。不错不错，灰尘也不是很大。今晚上住家里。那你好，习惯吧你还。东莞也冷了，泡个澡。我就刚洗一下，放了半天没热水，我是什么没开呀、啊？原来如此，45度吧，试试。那妞，走走走走走，太冷了，太冷了。鱼缸洗了，太想念，太想念这个鱼缸了，就喜欢泡澡。这个健身吧，是由内而外的出汗，泡澡是由外而内出汗。两个相结合，这个效果最好。怎么还没热水呢？什么情况？这不是开了吗？怎么没热水呢？煤气我也开了。哇，好冷好冷，妞儿，走走走走走。你要不要洗个澡？塞拉最怕洗澡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把它调到46度，热一点。这是真的冷啊！本来想通风的。关上，没给塞拉拉狗粮，吃个磨牙棒吧，呵呵呵，高兴的。啊妞，睡觉去了。水马上满了，洗澡。
把空调打开，自热，热的还挺快的，还没打过自热呢。一会儿做视频，就暖和了，蓝妞。